我都带到138了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你不浪费我时间吗？魏彤，魏彤。 别碰我！我说了你们别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觉得做梦呢？ 这梦挺真实。哎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我忙啊。忙着和那人渣在一起？嗯。为什么谁都行，就我不行？我赵宇欢没那么不堪吗？ 我也挺干净帅气的，我也能持之以恒。我讲的冷笑话也有很多人笑，可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我呢？你也不是不行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字面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是说你？ 同意跟我在一起了？啊！打住吧，我还是继续做梦吧，都是假的。 放心吧，我在呢。啊！少骗我，我不信。都是假的。 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魏彤吗？是您哪位？我是赵宇环的父亲。哦，叔叔好。魏同学好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我儿子赵宇环非常喜欢你。我知道。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？啊，环环今年23岁了，最近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些玩赛车的人在一起。 不求上进，我觉得在这样下去会影响到他的前途。叔叔，在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看法。年轻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爱好，一门心思的扑在工作上，人生岂不是太单调了？可以不能完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他总不能玩一辈子下去吧？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自己的儿子吗？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只要他不做坏事、不走歪路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的。您觉得呢？对。你说的对，魏同学。哎，你让我很惊讶，也很惊喜。是，是一名年轻过来的。其实年轻的时候没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 你说的。
但凡事要有个度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请你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您想让我帮赵荣华？哇，你简直是太聪明了！你说的对，孩子大了，开始有逆反心理了，父母的话他已经不听了，但有些人的话他听，他喜欢的人，比如你。你的话在他听来那就是圣旨，我可以再给你加上一把尚方宝剑。请你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这份担忧和期盼，我不希望他走上歪路，不希望他荒废时间。魏同学，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，嬛嬛能够喜欢你我非常放心。当然我绝不干涉你的选择，那是你的权利，但我希望你看在你们同学一场，看在一个父亲对这个儿子一片心的情面上，替我管教管教他。好，这么痛快？你们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这样？魏同学，你真的很有意思。叔叔，你也很有意思啊，又帅又开明。真的，其实嬛嬛很多地方都很像我，可能是遗传基因太强大了吧。要开什么条件？能开吗？不是吧你，还在这儿啊？哎，我在这儿挺好。不是，你就打算一直不回家是吧？行。哦，对了，您那车还在披萨店停着呢，人老板都打电话打到俱乐部了，赶紧去取去吧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赶紧的。走了。这谁干的？庄儿弄死你！喂，谢师哥，我们要不等等师姐他们吧？啊？我没叫他们，我只约了你呀。你不会没做过吧？我没做过，那我不做了。我都带到138了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你不浪费我时间吗？魏彤，魏彤，138。林姐，哎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您快去吧，不用您帮。又是醋。哎，您没事吧？这醋味太酸了。喝点水。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程太太，您就好好等着去吃吧。啊，你别在这儿了，这儿油烟味太大，快去吧。哎呦，那就麻烦您了啊。您就别客气了，您快去吧啊。好，来。程先生，吃饭了。程先生，程太太，咱们小区啊有个老年活动中心。我听说啊，我听说啊，有一群票友天天聚在一块儿听戏、学戏、唱戏，我想着呀。明天带着芳姐一起去报个名，你们看可以吗？好啊，这样妈还能多交一些朋友，平时就更不寂寞了。哎，那你们就先吃，我去给芳姐送点馄饨去啊。丁姐，
你们回头去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还有就是麻烦您提醒我妈得按时吃药。陈太太，我看着芳姐精神状态挺好的，不像有病啊。那个药能随便吃吗？她是原来生过病，现在吃药就是为了巩固和预防。反正您就提醒她当保健品吃，好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啊，辛苦您了。那我下去了啊。哎，其实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社区活动很安全的，而且还有丁姐照看着妈呢，至少是好的开始。哎，谢谢你。芳姐。哟，这蓝牙弄明白了？还行，挺简单的。那是芳姐您聪明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——馄饨。好嘞。哎呦，个儿够大的。来喽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你去拿个碗，去去去，一块儿吃。哎呀，别一块吃，快去呀，快！好。哎呀，你们母女俩都太客气了。刚才在楼上，程太太也非要帮我的忙，但是她闻不了厨房的油烟味儿。我来，我来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来加点汤。我看着她呀，又吐了。哎呦，我看着人家别的孕妇，人家都长肉。就是这程太太，眼见着往下掉分量，从小就不好好吃饭，你给她多煲煲汤喝，给她补补。啊，对对对，孕妇喝汤啊，这宝宝也能增加营养。嗯，怎么样？荠菜馅的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这配上茶叶蛋。嗯。好了，你让我做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好吃就行。芳姐，您干嘛不上楼跟他们一块儿吃啊？嗯，这天都冷了，我把馄饨端下来，都凉了，老吃凉的也不好啊。新婚小两口，他们自己过去吧，各过各的，自在。那倒也是。